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招聚，马太福音24章31节，他要差派使者，用号筒的大声，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，都招聚了来。道主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只要是上帝的百姓，无论在哪里，主都会差派使者将属神的百姓招聚，一同进到永恒里，得享荣耀，与主永不分离。这是神儿女最美好、最终极的盼望，我们都要为此预备好自己。主啊，如今的世界，天灾人祸，战争、瘟疫频发，只有活在你宝贵话语的应许里，心才能够安静笃定。主啊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再来，但我确信你把我从世界分别出来，归在你的名下。十字架是拯救我的恩典记号，我要做的就是好好遵守你的教导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像五个聪明的童女那样，警醒预备自己，随时等候迎接新郎，好同赴天国的宴席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祷告，阿们。约伯记37章5节，神发出奇妙的雷声，他行大事，我们不能测透。遵行主旨意，传扬耶稣基督唯一的救主，救恩领导万国万族。你是唯一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一生跟随你，顺服你旨意，各族和各方，万国万民，高举你荣耀生命。我们来赞美你奇妙圣城，荣耀全能。血复兴你子民，在主爱中连接，传扬主平安，愿你爱一直彻底，愿你公义怜悯降临。到那一天，
前诸圣洁光辉，高举耶稣基督唯一的救主，天国降临主作王。来自一起高声唱，荣耀权贵基督的权柄荣耀。